个有环是两个组成，母扣、子扣，子扣就是垫片放下去，这个装上去，然后进行压。压完之后，正面为这样，反面为这样子的。然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无环的扣眼，它就只有一个扣，然后把这个扣给压开之后进行固定的，穿透力都非常好，方便简洁。您可以看一下这个背面的效果，有环、无环，各种大小我们都有，颜色齐全，质量保证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效果都非常的好。这个压的有点太轻了，看一下。